我是在加拿大，台湾 NBA 才回来。NBA， understand？ 啊，点点点，我虽然讲这英文的听都唔是介好哦，不过哦，这我当然冇听过啊。这 NBA 哦，哎，啊应该是用拍才对，电脑用拍的哦。你来讲啥，我拢听无。假讲了伤济吼，我的气质甲水准拢会降低。对啦，是讲哦。Shut up。玲玲啊，这玲讲哦，你安尼有一点点嘛，你大小姐的脾气，不过也是真有气质咯。阿姨哦，来约看卖咧，你应该是台大毕业的吼。台湾大学有啥物好读的呀？我看真侪国家根本就无承认咱台湾大学合格。我是在加拿大，台湾 NBA 才回来。NBA， understand？ 啊，点点点，我虽然讲这英文的听都唔是介好哦，也不过哦，这我当然冇听过啊。这 NBA 哦，哎，啊应该是用拍才对，电脑用读的哦。你来讲啥，我拢听无呢。啊，就你拄下讲的 NBA 啊。迄条国外因遐，大家咧身着绿色色、乌索索，遐乌人咧拍迄篮球嘛，迄叫 NBA 嘛，对。遐不过，哎，啊人遐哦，拢是用拍的，啊恁讲用读的，你拢想哪读啊？台湾巴桑，我讲的是 NBA， 不是 NBA。哎呦，你嘛较早讲嘞，对啦。啊，你讲的迄条 NBA， 甲我讲的 NBA， 是倒位无共啊？你也是点点你的咖啡啦，你免阁甲我讲话啊，好无？我怕讲了伤济吼，我的气质甲水准拢会降低。对啦，是讲哦。Shut up。弟弟，你是讲啥话啦？嘿，啊，毋是林嘉宾开讲，那才紧就转来。甲台湾欧巴桑开讲，真正足无聊的呢。你若不到，我要先来走。好啦好啦，连面就来走啦，开钱来咧啦。安娜，讲了欢喜吗？这就要问李董事长啊。有啦，老娘有欢喜。志良，你赶紧写一份投资计划书给我，我给你一礼拜的时间，一礼拜以后咱再约见面。是。谢谢，我先来走。假使有代志，欢迎你随时来公司找我。哪里？尊敬。妈，啊你面色哪这歹看？哼，卖远啊啦，等下才讲啊，行。是我到恁家，你心灵啦。读 MBA 你话等下是你话了不起啊，小白敢唔是款的？今日刚讲到我讲话无聊，我甲伊讲话才想要吐你啦。一开嘴哦，迄无半句好话，迄歹话一大堆啦。迄若不是讲我今日有定性吼，伊讲两三句哦，我著真正气到要甲电视。那洗目睭唔要看伊遮尔无礼貌，佮遮尔臭屁的啦。我已经真肯定我家己脾气啊啦。上伊好运啦。我即马拄仔咧学吼，忍辱负重这四个字是要安怎写？所以我拄仔要拄仔咧叫笑笑吼，叫咧林嘉宾啦。伊若是抢超过吼，我都唔敢保证。我一边林嘉宾的时阵，伊是有脑哦，忍袂住，还是我有脚甲顶哦，甲破落去啦。妈，听你即马咧讲起来，你已经有进步啊。要唔过成功这两字，永远是属于会坚持到最后的人。假使你的忍辱负重若是半途而废，安尼不但一切拢无意义。佫会可惜你尽情的忍耐，我想你应该袂这么冲动才对。忍辱负重不是我的专长，这坚持到底嘛是我的兴趣。这八字加加的吼，佮适合你无适合我啦。到底是适合我还是适合你，这拢无重要。唔，若是面对你心灵，就算讲面对你泰山，这八字同款下用，所以你嘛同款爱学。虽然讲你心灵是你泰山的查某囝，也毋过目前为止，伊还佫是一个小角色，你根本无需要佮一般的见识。目前的关键是伫咧李泰山的身上，赶紧将投资计划书准备好，确定甲李泰山的合作，才是上个重要的代志。阿婷，走吧。阿龙，
回来哈。啊，志良嘞，大少爷拄则有甲我交代过，伊讲伊无要食，叫我小等下才帮伊看一碗面去。伊啥人唔食？卡姐，阿志良都身体无爽快，伊房间咧休困都无代志啦，咱先食免等你啊。哦，免食。志良已经两天无去上班啊，伊即马到底是咧无用啥物货？局长，你知影无？志良对工课一向吼，拢真认真、真负责啊，无可能安尼无缘无故吼，讲甲工课放来无管啦。可能是吼，进前个感冒也袂好，才留咧厝个休困，你咪是想这啦。今日早起食早顿个时阵，我看到大兄伊精神真好，一点仔都无亲像看病。志涵啊，这就是你唔对啊！我倒位唔对？你一点仔都无关心志良哦，无采讲你是伊个小妹啦。啊，你大兄身体无爽快，你拢无发现哦？伊若是知影吼，毋知我艰苦嘞。我讲的是事实啊，看袂出来就是看袂出来。杨姐啊，阿志涵哦，较大意无去注意到啦。也毋过，伊志良遐尼负责任的个性，两天无去上班，我看这病情应该真严重，袂当伫个房间休困就好啊啦。是毋是应该去大病院做一个彻底检查，安尼大家会较放心嘞？啊，免遮麻烦啦。可能恁大家对伊遮尔关心，我真正是足欢喜嘛，足感动的。也毋过恁免替伊烦恼啦，啊，伊我嘛食嘛休困啦，应该是较好啊。无大姐，我再来看大兄，看伊状况。安尼嘛好啦，是对嘛？你若看恁大兄了后，会记哦，啊，甲恁老母来分堂找我，啊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好。啥？阿兄，是我啦，我等你来咯。下礼拜。阿兄，听讲你身体无爽快。我着感冒，规天啊精神无解好，头壳晕晕，想要睏。歹势嘞，我敢有叫招着你？无啦，阿爹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阿杜大妈讲，你身体无爽快，所以我就来看卖，甲你小关心一下。我先来。啊对啦，拄则我看新闻讲，这两天天气变化真大，歹提醒你，出去的时阵啊，衫要加穿寡。我知影，啊，着睏几工哦，感觉真无聊。拄则我有上网玩一下线上游戏。哎呀，我阁毋知影你对线上游戏阁有兴趣呢。啊，你练功，咱会用是来对战一下。我嘛请教你安怎拍，这分数才会悬啊。我无遮尔敖啦，你逐工伫个公司哦，不用歹要死，免哪有时间通去耍电脑。我是拍平无聊啊，上无时间尔。安尼我就了解，原来阿兄两天无上班，是伫磨灰，超过平淡，闭伫房间耍电脑。这嘛是病人的特权啊！好啦，阿兄，看到你精神这么好，我就无叫扰你啊。对啦，啊你破病，爱加啉滚水，加休困，好。多谢。Good night。